Hello，新的耳环好好看，很久没戴这个。Oh my, oh my god！Hello，晚上好。太高了。我今天穿的是我之前新买的衣服，就是这个外套，加上里面的这个，还有我的裤子，还有一双新的鞋。这么早播是为了，没有啊，这么早播就是播完去吃饭，就把这个饭吃了，然后想整理一下中心的东西，然后就是。洗漱躺下，因为想快点整理东西，因为我一旦有想要整理东西的想法，我就想快点整理。对，今天是富贵，谢谢吕香兰送的荧光海。Oh my oh, oh my oh my god！今天是很富贵的一天。我今天穿这个，看得到吗？看得到，就这样。然后是一个短款。然后我今天早上穿出门，上我妈说：“啊，你腰什么露在外面？”就是这样，我就正好拿东西，然后腰就露在外面。我妈说：“啊，你腰都露在外面，你现在啊不要出就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不要要注意身体。”还没吃饭，我想播完再吃。谢谢慕容星辰送的秋天奶茶。上面云公演，对呀、啊，这个是 true 的衣服，这个也是 true 的衣服，裤子也是 true 的裤子。中心没有啊，吃了盒饭。但是我想播完再吃，我不想吃到身上。谢谢 S H E R R I E S 送的秋天奶茶。HUU，秋一个个后面，就是一个拍子。请耐心等待。看一下专属座位吧。什么？看看。我觉得今天眼妆画的超烂的，因为出门前后卧蚕的时候画的超失败。今天卧蚕画的超烂。看我好肿啊，都是昨天的火锅吃出来。今天有种贵妇感哦。后面行李箱不是我的呀，一看就不是我的，就是这个是我的。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箱呢？太肿了，不看了。
我没玩过这个游戏，这是什么游戏？都是谢天一的。什么战利品？什么叫玩吃鸡爆的战利品？哦，对，暗杀谁？就是那个说要9号抱林佳怡大腿的严娜。还有人说 CL 没玩，那我脚上绑的鞋带是。我脚上绑的鞋带是，对，鞋带解不开，它绑得太紧了。然后后来是那个谁帮我们解开的？吕湘怡。然后我都给我熬抽筋了。嘿，你们看我刚刚收到的帽子，好可爱呀，太可爱了！我的购物车里还正在想买帽子呢，正在挑选买的帽子。然后我今天收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帽子。可爱吧？Oh my, oh my god！可爱，小狗灵灵，不能拉动，这个不能拉动，太可爱了，而且福啊福啊，就是很好摸。啊，又有帽子啦，开心，好可爱呀！这比我在网上看到的那种人人都有的帽子让我开心，还有惊喜。他拿出来，方便带出去啊？为什么不方便带出去？哇哦！哈哈，他说这个帽子很像虎头，所以给我买的。祝你们幸福哦！不知道你在不在看直播，祝你们幸福哦！怎么呢？我说，就是小情侣呀，小情侣给我写的呀，小情侣也不是小情侣给我写的，就是和他的老婆一起来看我了。然后这一封信呢，附上了小情侣的名字，所以我说祝你们幸福哦。谢谢幻想哥送的荧光海，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人家有情侣吗？啊，人家有老婆吗？人家啊，呜，谢谢幻想哥送的蹦迪。急了！对呀，幸运星都是很幸福的人。肚子饿了，想吃饭了，吃饭吧。冰箱里还有橙汁儿啊，还有奶茶，喝这个吧。轻乳茶是跨年的时候
从跨年的地方带回来的。嗯，吃什么？这盒饭，先两天边吃饭吧。不只是我背出来，是小季姐背回来的。小季姐他们背回来，我说，我一转头，我说桌上那些东西怎么都没了呀？季姐到处溜达的小鱼送的秋天奶茶。虾，然后排条、五花肉和绿豆，还有豆芽，绿豆芽。不是啊，他本来就没准备青菜呀、啊。绿豆，甜，啊，不对，这不是绿豆，这是我，啊，这不是绿豆，说错了，我看到绿色的豆，我就叫它绿豆了。不好意思，绿豆，对不起，绿豆。这个我不知道哎，不会有。打嗝了，笑死了。会弹跳，不打嗝了。没有勺子，只能一粒一粒吃。我昨天吃
火锅的时候动作可慢了。什么叫针对我自己？抢不过他们，他们吃的太快了。因为我会把鸭血切成六块，然后一小个一小块一小块鸭血吃成六份吃，因为它的鸭血很大，然后我就会把它弄开，因为会你吃很大块它会烫，我就会小口小口吃。没有啊，我吃的很慢，我就因为慢慢吃鸭血，以至于那个肥牛什么的就吃的很慢，就没怎么吃上。我吃的太慢，我吃饭很磨叽。我们昨天吃完火锅还坐在门口那种露天的那种有椅子的地方，我们还聊了好久。真是开心呢，快乐聊啥细说，都是不能讲给你们听的东西。能听的，能听的就是聊结婚，能听的就是聊结婚。没结婚啊，大家没结婚啊，有没有要结婚？聊聊大家家里对结婚的忍耐度还有多久。不会啊，但是 CL 的家里人会跟他的同事说，以后帮我介绍，帮我看着点，然后以后介绍给我。相亲真的有效吗？也许有吧，谁知道。
可能有效的不是相亲，有效的是一个压力吧。压力是最有效的。相亲对象张口第一句爹，笑死。那么就是自己人了，自己人。哎呀，那大家可以相互，还可以再自由一段时间，互相打掩护。谢谢单图强气送的荧光海。笑死，他们骗你的，我根本没说你们，说你要结婚什么的。晚上好，猴哥子，你怎么上班玩手机？不对，现在应该吃饭时间。吃饭啊。五花肉，再来个虾吧。啊，不播壳，你用嘴播，自己播。这个虾是那种咸的虾呀。我吃不出它是什么虾，但是它是那种咸咸的，你不知道是不是腌过。
长这样，长这样。我感觉有点像鸡尾虾。感觉这个我的脸一直在动，脸颊一直在动。老爷说什么悄悄话了，我问他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梗，我问他什么意思。10号不是要，就反正我每之后每一天我都要工作，所以不回家。他说他发给我，但是也不是很想看的，就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了，没关系，也不一定需要知道。都给你漏完了，都给你放出去了。你不上班，我要上班。下次不告诉你们。例会是什么？那又不是我的，那又不是我的，那谁都可以去录呀。谢谢木木鸟木送你的高级马卡龙。对啊，他可以会跳很多歌。
能夸夸你吗？让狗狗子夸夸你。狗狗子他叫你夸夸他。对，没色，涂个色。林姐外面是不是有兼职？怎么的？是哪个快递小哥给你送快递了吗？快递小姐姐给你送快递了吗？还是哪个配送员、配送小姐姐给你送快递了吗？骑手陈黎，这不是老早之前的那个了吗？什么？哦，哇哦，好漂亮呀！所以这是什么？狗狗子说啥？狗狗子说啥？狗狗子说要暗杀，你在被我暗杀，你在被我暗杀。急了。反正我只是去录数据，反正因为脸出油啊，脸出油啊。录数据给谁用？就是给别人用咯，就是给别人用咯。哟 ，TMAX 公演下班，哇，腿好长我。气说别，你问我，我不知道是谁呀、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拿呀，我啥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要干这个而已，我只知道我要干这个而已。反正你们看到了，你们就知道，因为很好认啊，你从站位上认就好了。如果他会这个人会跳这个歌啊，那这个位子的肯定是陈林录的。
哎呀，歌一放你就知道了。问别问，反正就录这个。歌一放你就知道啊，这个是陈琳录的。哪个歌？你歌一放你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多想，你歌一放你就知道了。这可是大忌，这不是大忌吗？这不就是中之人了吗？但又不是我，但又不是我。别剪，可别剪。是又不是，参与，只能说参与了。可别剪，老剪剪剪剪剪，该扣米了。下次啥也不说了，下次能再细说一点。没有细了，我啥也不知道。再说就是没有米了，再说该警告。再说该一对一警告，瞎说，但我觉得应该会吧，谁知道？我都已经脑子里有画面。下次，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成为大漏勺，好。从53分开始，我就不会再分享了。和平精英区第三名。这耳环好漂亮，这是我很久之前买的，但是一直都戴我喜欢的那个，因为没什么好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漏，该漏的都漏完了，也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东西可以分享了。其实我的生活就已经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漏的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打歌舞台，没有想好，不知道跳什么。不知道跳什么。是的呀，有可能要跳两首，所以不知道跳什么。对，先跳一首，然后淘汰三个人，然后再那个什么。差不多得准备好了。还是得两首都准备好。争取第一轮淘汰，那这就要说好了，干脆就不录，你知道？freestyle 是吧？上台给大家来一首 Heartbeat。词儿我记得是直接来，闭着眼跳，直接拿上麦克风就来，不需要歌词，直接来。
不需要提起，拿出麦克风直接来。有信号喽，今年猫市场但是你一个人尴尬呀，你以为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在看跳什么？路考是吧？对呀、啊，看看看那个上高架怎么上？对，一直以为是 watch out。是哪一首歌？那个是有一个 H 队的什么歌？以前有一个像黑嗓一样的那个歌，不是也有一个不让人容易让人幻听的那个 H 队的以前的队歌？什么什么像喵喵喵喵喵喵喵那个叫什么来？我们那年跳《梦想的旗帜》那个时候，队歌串烧的时候。我进了之后的一年，好像摇滚还是 rap 还是什么，忘了。大家对歌串烧那个，只看 Zero， 那你为什么没看对歌串烧呢？是吗？不是吧，这不是那个手戴手套的那歌吗？对，300多人跑那一次，
什么叫 K-pop？ 这是玄玉卓的歌哎，怎么就 K-pop？ 洋 pop 现在是。咱应该算华语吧，华语乐坛什么之类的吧，啊，过年的时候看得到吧，看得到吧。还有新春末，哎呀，不知道跟大家说什么了，没有什么可以分享。deeper deeper deeper deeper， 你看，在看什么？你不知道我昨天打游戏吗？两个一起还挺有效果的。我模仿这个老太太的声音还是挺那个的，挺像的。给你们看那个，昨天我看了，我应该我。deeper deeper deeper deeper， 哎，我那视频在哪？Tell me what you want。
抠脑门抠脑抠脑子的视频。这个是丑，紫是对的，那么紫的，老认真了，跟算命似的呢。位置对，害的位置是对的，然后そして。然后那个我的手就这样一直放在书上，然后一直对着那个什么，笑死我了，我怎么没存下来呀、啊、Tell me what you want， 笑死我笑哒哒哒哒，中日结合。我昨天在地铁上给狗狗子念那个中日英三国语言混念一个图，他说你能不能别发电了，能不能陈琳你能不能不要点念了，我就天啊，念就在他耳边一直念，笑死了，在地铁上给他念，就很想尝试一下，很好笑。为啥换头像图了？什么头像图？哪个头像图？没有，最近就突然心血来潮，重新打开了我的标日。个人主页图，什么个人主页图？哪个个人主页图 ？B 站，什么个人主页图？换什么封面 ？B 站，不是一直都是官方的吗？那个抬头 ,SNH48 陈林成员官方账号，可爱小林没有双马尾，哔哩哔哩 UP 主认证，背景图不是官方吗？背景图不是这样吗？我用手机看头像上面的，那是这个页面吗？不是这个页面，我看一下，插对齐的。哦，我来看一下啊。插对啊，不是一直都是插对齐的吗？对啊，是插对齐啊。里边的两个人是谁？
原来是啥？一直是插队对齐啊。我没变过啊。插队对齐。咋了？啥意思啊？原来为啥没印象？我不记得了，我就好像一直是插队对齐，已经很久了，我都没动过。原来是啥？啥意思呀？他们认为我突然换了这个，我不是一直都是这个吗？一直都是这个呀。我好像从开始发开始就是这个呀。左边那人好像谢天一。不是吧，我怎么感觉不是，我觉得不是哦。如果你看成谢天一的话，嗯，就不好说了。我再看一眼，我来寻找一下吧。什么时候走出去？我感觉有点像那个谁，暴富的姐妹，不是暴富的姐妹。这歌叫什么？这歌叫什么来着？不像，我披头发的怎么披头直发的怎么可能不是披头直的头发的怎么可能是宋欣然？我感觉像那个新那个最后一首歌叫什么来着？对呀、啊。这是什么奖？交叉的，我感觉有点像。也可能，有可能是卢敬亭，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跳这个位置。原图我不知道，这首歌不叫，这首歌叫 X Dream， 感觉也不是，感觉就是跟我对着的这个人，我对面这个人，跟我背对背的这个人，卢敬亭这个位置的人，小鹿吧，有没有可能是小鹿？不是小鹿，卢敬亭这个位置原本是谁？首演第二场什么啊 ？Go X 新公演首演，新公演首演第二场。
你好厉害哦。我来看看啊，张嘉译是直发。哦，不是款。嗯，该不会天草吧？嗯，天草，看看，天草，哦。没有头花，头花不在左边，那就不是染味。也不是，哎，我有点是王小佳哦。我按中。杨佩仪插了个腿站，插得好开啊，好好笑，这弹幕飘过去。是谁呢？破不了案了，兄弟们，不知道，也可能不是这一场。我再看一眼。不了案了，兄弟们，有可能，我知道了，这个角度看起来特别像是披头发的，应该是小汪同学，应该是小汪同学，我俩是背对着背站的。如果是直头发，就是因为就是没有交叉的站位，因为没有交叉的站位啊。右边的人全部去了右边，左边的人全部去了左边。因为插队旗降下来之前，我们就是一直保持这个站位，然后右边的人去了右边，左边的人去了左边。16:55那个，我十啊。怎么了吗？我看了呀，我看了呀，对呀，就是我俩呀。破案了，破案了。看了一下左上角的时间，这都被你发现了。这都被你发现了。别从2019年开始，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
号的公演。哦，你应该去问谢天一。好好笑的这个弹幕，你们不要再打了。天哪，我好可怕呀，就是这个扭的好浮夸呀，这个走路的姿势真的好浮夸呀，不愧是我，浮夸的女人。好可怕呀，我的表情好可怕呀。我跟谁哦，我好凶啊，我都没有跳过少女的遗憾呢，朋友们。这里还有个 SNH48x0 乱世巨星加兄弟抱一下加朋友 4K。 哦，是你呀，哦，是我呀，绝死绝死，新团，看完新团是什么，没看完，我妈妈今天早上还点开了这个洞，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佳然小姐。谢谢
要变成光守护家人小姐送的高级。电台有种独特的韵味。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出警。六，就是说自己在北京是吧？就是说 ，catch phrase 随便念是吧？笑死！队友在哪儿？我以为六六在北京呢。哎，对啊，六六在。今天不在北京，今天在广吧。不重要。不在上海就是。哟，我这个蜡笔小新眉毛，来看看，雄兵，七七是姐姐。手机要没电喽！我以为六六是姐姐，祝她生日快乐！充电宝没有充电宝，我穿着脏裤子不能坐在沙发上。失落少女，请别哭。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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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我要搜小兵来着。啊，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小兵更新频率随了 CL。 小兵很忙啊，我是不是还没告诉月仔，这个水冰月可以改名字，可以改成月仔的月。下次我告诉他，不知道他改了没。我上次发现可以改，好像。下次告诉他。忘记。时间限制怎么说？应该时间限制也过了。水冰。好像是冰打错了，对，三个月，上一次我们几号去的？我忘了，十一月，是不是？十一，还没到，
一晃好多年，好多年了，开心。是路上雨，请别哭。有时候会太沉。第三天。本来要快要开心的，烦躁。是路上雨，请别。我也好像记得十一月。好了，朋友们，准备下播了，没什么好看的。不知道干什么呢？现在我准备整理整理这个房间，然后就是说整理整理房间去。直播看漫画，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做版权吗？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做版权吗？对不对？不知道干什么了，朋友们，不知道干什么了。嗯，我啥也没干。不回家，我忙啊，我很忙的，所以我不回家。我很忙的。指甲衣已经卸载了，还没卸，不会再玩了。吃了。狗狗子十点多才下班，所以不会玩。看，哦，哇，这是腹肌吗？哇，这是马甲线吗？被我的这个什么标给点住了。滑滑梯了，马甲线。哇，是快装的吗？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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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巧克力的吗？是巧克力样子的吗？因为我看不见。是巧克力装的吗？巧克力状的，巧克力状的，巧克力，巧克力，美少女变身，巧克力。照个镜子，等等我。巧克力就是一块一块的。因为我看不到，我被弹幕挡住了。屏不弹屏蔽屏蔽怎么屏蔽弹幕？我也想欣赏一眼。没事，我等着切片吧。
好蠢啊，我好蠢啊，为了看一眼自己的三个点点。哦，讲讲讲 ，yes， 哦，这个，笑死，芭比芭比，什么叫滑了？我可以看到，我现在可以看到。Generation， 就是滑梯从上滑下来。谢谢喝奶茶送的秋天奶茶，证明我还是很瘦的，虽然吃了一个火锅。昨天狗狗子还在说，他说他被就是一些无语的朋友气死。他说，他跟他的朋友说，有本事你去看 CL 的真人啊，他真人的脸真的很小。就是因为我们昨天讨论到我上镜脸，就是不是就是不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漂亮。他说他被那些无朋友弄得气死。因为这种讨论呢，他有个很漂亮的朋友。被镜头前削弱99%的 CL， 是的呢，朋友们。嗯，讲两句，你也想看 CL 真的？巴黎，巴黎，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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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有五年的机会了。谢谢方东白送的秋天奶茶，因为今年。马上就要131了，也就是说距离还有5年，今年也算是半只脚踏入了25岁。对啊，131是我们四期生出道8年的日子，所以你现在岁30岁是几几年呀？我30岁是几几年？我想出。28年。你和我同一天生日，28年，现在已经23年了，朋友们，28年的7月23日，就是我成为荣誉毕业生的日子了。啊，也不一定。在那之前就是我成为荣誉毕业生的日子了。谢天一跟我同年的话，他比我早一点。你们还对想见到谢天一还有5年，但是谁知道呢？你谁知道大家真的能走到最后呢？
但是 Coco 一比我大一岁， Coco 一比我大一岁， Coco 一，珍惜珍惜眼前人吧大家。谢谢喝奶茶送的秋天奶茶。 CL 没有 Coco 一和谢天一怎么办呀，珍惜眼前吧大朋友们。今年大家如果应该许给自己许个愿望，一定要来就是嘉兴路见自己的推。谢谢脖子又拧送的秋天奶茶。一三一会有公演吗？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公演，什么时候有过公演？为什么不是陈琳开巡演？因为陈琳开不了巡演，陈琳只能跟在屁股后面开巡演，陈琳不能单独开巡演，陈琳没有没有，陈琳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啊，大家快许愿，就是今年一定要见到自己的小偶像，因为你不知道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下一年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等到你毕业之后再来见我们会发生什么。对啊，而且你的热情是会，就是你推了一个月然后你出坑了之类的，至少在一个月的时候还喜欢你的小偶像的时候，对，在最喜欢自己推的时候来一次，好快的出。比如说就是说那种偶然间刷到然后喜欢上，可是因为学业或者工作很忙然后就没再关注的这种出坑这种之类的。对，说好喜欢你，喜欢完因为工作太忙然后就不太关注，但是再也没关注过了那种。你说的这个人是 CL 吧？所以说大家今年快许个愿望吧，感觉今年开始应该会有很多握手啊之类的，握手啊什么的。我猜的，因为现在不都开放了，然后今天也进行了击掌，然后十四号有握手会哦，大家可以找我玩，虽然线下的我很无趣，没有直播里的我有趣，对吧？然后国风有直播，十五号跳一首开心的歌，十六人以及一个月它都是一首开心的歌。一三一应该会开直播，一三一应该会开直播。我觉得2023年三四应该也会有巡演吧，就是之前没能开成的巡演。对，一三一应该会在 B 站直播吧，因为 staff 在旁边看放不开吗？不是，是因为我把很多的话都在直播里讲完了，就是线下的话就不知道该讲什么。就是大家一般都是会夸啊，陈琳你的真人真好看，我当然就是谢谢啊，当然啦。年会是十号啊，我不是说我不在吗？你们也知道我去干嘛啦，所以我不在啊。线下可以发，你可以啊，你可以啊。幸运星都是很社恐的人呢，我也是很社恐的人呀。对呀，年会在酒店呀，我不社恐就行，我社恐啊。去握手能找口袋管理的人员？什么叫找口袋管理的人员？哦。
你应该找不到吧？口袋的人为什么会来搞握手？一般不都是那个兼职吗？一般都是兼职。千里讨债，好笑。为下次还是看仔细了，你知道吧？下次还是看仔细了。怎么能这么不自信？他兼职肯定不会找粉丝兼职啊。直播到50分我就下播了，朋友们。去整理衣服，什么嘻哈手势？你没有听过 Yeah Tomboy？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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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Be the Tomboy。这个也有爱你的意思吧？爱你。Nico， 对呀、啊，有大拇指啊。没有大拇指是摇滚。对、啊，哎，对哦，没有大拇指是摇滚，我是有啊。Nico Nico Ni， 아나다나하던 Nico Nico。아유도도가르도도가르도도도도야씨아유도도게르아유도도게르야소나니코야소니코记住了，我只是听不想不清楚那个词儿。应该是这样，我应该没说错。对呀、啊、，BGM 是。这听这个。还有1分钟，我要下播了，我要去整理。听这个吧。だから好きなんじゃない好きだから僕いいんだよ誰かにバカにされてもなんでもないだって私のヒーローいつまで巻いてゆくせに授業を受けているとことかみんなの前ではクールなのに犬の前ではデレデレなとことかああ本当に愛してもないあなたのこと私だけのヒーローなってよなってよ。谢谢阿 K 的秋天奶茶。8点了，我要整理东西了，然后我还要卸妆洗头。谢谢恋恋若英指尖舞送的秋天奶茶。想整理东西。谢谢 GEGT3 的秋天奶茶。快呀！司长要来给我科普一下02。
晚上排练，回来就开始。那我要洗个头，洗个头吧。嗯，好了，我要下播了，大家。下播了，大家。拉伸，拜拜。还要弄完了运动，卷卷一下，如可能的话。好了，大家下播，拜拜。再见，今天是难得的卷发，再伸下来哟。可以吗？不自然，真可是我真心的不想要伸懒腰。好了，再见。